藝術團嘅，佢哋係主要係推廣中華民族嘅文化啦，打造少數民族藝術嘅表演隊嚟嘅。咁一陣間咧，佢哋喺表演嘅同時咧，會為現場嘅觀眾送上一啲吉祥物嘅喎。如果邊位現場觀眾咧拎到呢啲吉祥物咧，就代表你喺嚟緊嘅一年咧，豐衣足食，衣食無憂嚇，一生富貴啊嚇！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將時間咧就交俾韶關明方民族服飾藝術團啊，有請。韶关非物质遗产秀品，拂袖盛装束。
是姚秀服饰设计师江明峰女士研发设计制作出专业品牌服饰盛装人一体，成为各展会上一道亮丽风景线。随着姚秀工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服饰上不断研究出龙珠亮点，在观众的眼球实现。姚秀盛装服饰是姚族传统传承至今，在节日或婚庆的日子里，都会穿上亲手刺绣的美丽漂亮的盛宴姚服饰，身上每位刺绣徒都有传统文化历史的象征，每位头上佩戴的三角帽头饰都有代表性传统历史文化象征传承大金。姚秀是姚山之山宝，秀丽山寨宝。姚族刺绣快图是姚秀妇女的传统工艺品，刺绣方法即刻，刺绣时从反面绣起，不用图案，先用黑线和白线依着布纹绣出方格，在方格中用红、绿、黄、黑或白线绣上各种图案。刺绣的内容来自于生活，在图形里刻绣出吉祥物件。当有贵客到来时，我们姚秀娘都热情地为贵客献上吉祥如意、出入平安的礼物，让来客吉祥，也很有收藏价值的物品。姚秀娘无论老老少少都有精巧的手艺，不但绣品好，而且还是好劳动的绣娘。瑶族地区山清水秀的养生之处，是旅游的原生态绿化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汝源瑶族地位过山瑶之乡，艺术团嘅，咁啊各位观众朋友。